传给新上人看。来看一下剪影。好，欢迎。哇！你们这一集会不会太猛烈？四位，请投票。我举例又被我老婆杀了。我就欣赏这一点。实话实说，男生就不要说谎嘛。我承认我是骗你的。你刚换了啦，继续啊！勇敢的做我自己啦，做出来。你生日啊？没事，在那边好高亢的开场，不得了啊！因为今天要生死斗了，没有。今天要生死斗什么？战品哦。其实要看一个人品味，看他的穿着最重要。哇，就像我前几天看那个 Facebook 回顾，玉林哥这个早期的穿着，着实让我们非常的惊艳。那个年代我走韩系了。都很前面，韩住的韩吧，不是南韩的韩，那是同一个字嘛，不一样。那时候刘海，啊，那个韩系标准刘海，然后衣服要穿很合身的，对，合到鸡突那一种。而且你那个时候配色比现在大胆。哦，那时候只有能驾驭那种配色，霓虹灯色系。然后后来有一位电视台的副总告诉我说，玉林哥，以你在演艺圈的地位，你就几件有质感的衣服搭一搭就可以了，你不需要走卡古异想的路线。我说真的，有一段时间你穿的真的蛮夸张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就有时候常看 Facebook 回顾，哦，着实会有。那个有时候是一种复仇式的反扑，因为我当制作人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风衣，有吗？对对对，哇，他穿得很不错，真的，就你在现场几乎看不到他的存在，完全没存在感。你不知道我是制作人，你会以为我是喷烟的，蹲在那边。来，那个，哎呦，这个小子，这小子花很多钱在穿，真的。其实不多钱，重点是要搭得好看，所以都扛来了。啊，不不，有花钱的，没有花，有花钱的。他每次到人家衣服店，就是换一件就走了。他装备试穿，其实他的穿着其实算是有品味哦。现在 OK，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身高不高，所以我都会用那个尽量用版型来让我自己看起来，哎，不要这么有型这样。对对，他这种很好解释，对，就用钱砸出来。对对，不是啊，有搭配的，有搭配的，有搭配的，今天搭配他的高度，今天搭配的全身都是布料，蛮好烧的。没有在烧，格兰性的一个衣料，风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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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蛮在意穿着的。那在哪里学穿着的？小时候都是看杂志啊，以前网络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，都是看那种日本的杂志。嗯，就是，哎，是真的。以前我还会去那种专门卖日本杂志，什么《记忆国屋》啊，什么杂志风那种，然后去看。以前没有 Instagram， 没有那个 hashtag 可以看，都是去看什么国外木村拓哉啊，看男模怎么穿。对对对对，梅子弄弄，藤原浩，对对对，这样子慢慢学。哦，你看都跟你的那个落差很大。不会啊，今天我还姐姐帮我弄了木村拓哉的发型。哪里？不要剪，这样比较好剪。应该要接就要讲木村特桃哉，前进路起啊！你在木村特桃哉。不过就讲到女生，女生的穿搭，有哪一种穿搭就是韵哥你看着哦？哎，分阶段，年轻的时候哈，当然就是穿越少越好。年纪渐长呢，就是会喜欢那种若隐若现，哎，啊，带点认真专业。好，我形容很具体。我最近喜欢一种穿着，可能很多人本来早就喜欢了，我是最近才慢慢的喜欢。上面紧身白衬衫，就是那个纽扣哦，就是感觉快要蹦开来，然后乳沟若隐若现，好，那露全沟也不 OK， 对，啊，如果都不露也不行，哦，就是感觉很紧，一点点。然后下半身黑短裙，哎呦，黑短裙，然后呢再搭配黑丝袜。好，但腿要修长。你这个就是按摩店的，是欧美了，卖车子的，我们也带啊。对对对，那这不是你啊，你也是啊。那就是露很多啊，跟年轻的时候。卖车子的业代啊，卖车子业代的标准穿着。那派对个人，派对个是哪一种？说实在，我比较走心的，因为我觉得我看一个人穿搭，可以看出他到底细不细腻。因为够细。呸！真的。比如说去健身房。你就会看到有些女生她穿的比较紧，或是比较短的短裤，然后你就会看到她有没有在练屁股，因为胸部可能天生或是怎么样，可是屁股一定要用练，所以看到那些比较短一点点，看到一点微笑线，或者她屁股很翘，
那种短裤，看到就 Boki 受不了 ，Boki 是 Boki 直接日文，给他赞。我跟你的很像，就是他只要穿一件白色 polo 衫，哪怕是牛仔裤都 OK， 就是白色 polo 衫牛仔裤。要不要立领？要立领？不要，不要，立领是什么领啊？就土了，没打高尔夫球，然后穿个白球鞋，然后他这个扣子两个都不要扣，那就已经达到极限了。有一种是扣起来没关系，但是他要你帮他解开纽扣。我还没想到这么情色的东西，你已经进入了，是吧？你已经当导演了。这个就是一种品味，这个英文叫做 less， L E S S， less is more， less is more， 越少反而是越多，越简单反而是越多，真的，很棒，哎呦。好开心！那我们今天要这个画面在我脑中迟迟离不开的，蕾丝就是 more。我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有各个主题。首先第一个主题呢，是我们每一个男生在刚开始暧昧的时候必须要做的一件事，什么呢？约会。约会怎么穿？约会很重要，分寸难拿呢。不是约会怎么，还是约会他要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怎么看就？其实，比如你约一个女生出来。如果是约会，你看他穿着就知道他对你有没有意思。哦，你的当然了，有些会穿微露性感，就是他要展现他的美，他要吸引你，他就会穿那种衣服嘛。是，我们先看剪影。哇，哦，这个大小差很多。对啊，约会哦，一高一矮，就大力与小力。哦，请转。转侧面可以干嘛？侧面。哎呦。A 门这个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是什么？你知道？身上可以解开的绳子都很多。哎，对，后面有个蝴蝶结，后面都有一个礼物啊。约会就是我今天是你的礼物，你在干什么？我看不清楚，因为我看不清楚，我变狗了。我想看个透彻。请问玉林哥 ，A 跟 B 以这样的身影，你想先？哇，这样子就要决定，实在是。有点难，感觉啦，感觉哈，你感觉一下 ，B 好了，因为 B 的身高跟我比较 match， 合理哦，不是选速配的，来欢迎 B 女郎，欢迎 B 们，哦哇，哇哇，难得美丽，你可爱。一个吞了两次口水，吃怪，吃怪耶！蜿蜒，请问一下，身材很蜿蜒，159，体重可爱，体重我现在45，可爱，是哦，三围是34F， 哦，那够蜿蜒，然后24、34，请问您的星座是狮子座，哦哦，蜿蜒蜿蜒，你约会为什么想要穿这一套战袍出来？就是要展现曲线。然后也要气飞弹吧，气质啊，气质，气质，对，因为其实我穿什么衣服，不管是什么衣服，它都可以撑大哦，那所以都会变形，所以不会那么好看，不用强调，对，不用强调了。所以如果它露出来的话，如果直接露就有点俗掉了，对对对对，有点俗气，他穿 T 恤很麻烦。哦，我不能穿 T 恤，图案都会变形。对，我不可以穿 T 恤，结果会变老鹰哦。对，本来是猫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变老。所以呢，你还是在展现自己的气质与线条。对，就是把自己最大的优点化这样子。可是为什么你穿这件衣服去约会的时候，男友会气到回家？因为我那一天穿好衣服，我穿着外套，然后我上车之后我才脱到男生那边，他就生气了。他说：“你穿这样是要给谁看？不是给你看的、啊，不是给谁看？对啊，他前面又没有脱，对啊，车上脱他可能他反而觉得应该捡到宝还是对啊，他可能有点生气是在车上脱了，不是应该在房间脱这样子？不是啊，因为那天礼拜六 ，motel 都客满，你现在脱，我现在去哪里？这怎么这么受不了啊？怎么办？太实际了吧？你就把车开进甘蔗园这样。”他的穿搭，你们个人讲，就第一次约会，如果是这样，第一次约会这样，我认为几分没那么 OK。说真的，为什么呢？我知道他的意思啊，上半身想要性感，因为凸显曲线啊；下半身想要气质啊。好，可是我觉得以你的年纪穿这样会不会显得过于成熟？可能我今天没头吧。你哪里没头？
今天妹妹空气刘海那个头啦，对，可能我要梳个大刘海这样子。哦，对了，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女孩子反而有的时候穿着过度成熟，对对对对，也许她觉得这是比较安全，其实不用。比如说我们跟你去看个电影，我们穿个西装打个领带，你也觉得太正式，好有压力。对，因为这个怎么看都不像约会的衣服了，你不觉得吗？那不然这像什么衣服？这个有点像，这很像烛光晚餐呢。什么服？我会去吃。不想把你制服。什么服？就是说你这个穿的还是比较严肃了一点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我如果说你穿这样来，我们第一次去约会，我跟你的讲话绝对不会太开放心怀的去。对，而且我本来是想带你去阿丁海产店啊，对不对？對啊，你给我穿成这样，哎呀，哎，是不是要去高？你就逼得我要带你去那个什么东方文华那一种，对啊。对啊，我就是要逼人家去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。对嘛，去东方文华多方便，很顺便啊，楼上就是饭店这样。你也很会，有一句讲你约会，我们也不要再来这一套，来，我们去吃 room service， 不啰嗦。谢谢，来请坐，欢迎。哎呦，来喽，来喽，哎呦，来喽 ！A 门等很久哦，超兵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欢迎第二位 A 门子珊。哎呦，哦，子珊，不可能！我跟你讲，你去约会，你穿安尼是去酒店？不是，不是你，子珊，你穿这个是。约会约完你要去打，你去隔天，你前天是有打牌是不是？没有，好不好？就是沙滩约会，或者是热带岛屿约会。他这种就是他这种已经，我都画面都出来了。哈瓦伊，真的你懂我哎。海边的晚餐餐厅，没错，特别适合在垦丁大街。你不觉得我们两个就是一套的吗？配到，哎，不用太快，太快了吗？是的，这个其实在我因为我常去海岛，其实常常看到这样穿着的女孩，因为其实她这个其实在海岛，你看我海岛国家其实已经算是很正式的衣服。那你个人平常穿着是属于比较性感的，还是比较随性？其实我这样子真的是可以走在台湾的街上的。但是在台湾的街路人都觉得我就是刚刚那胡须的部分，因为刚刚全部人都觉得我是神经病。但是因为是我本人在私底下走也是辣妹路线。OK， 那约会来来你过来，来来来，我们要来决定一下，决定。今天就这两套，一个是走，其实这是海滩这个算自然风。对对对，这个就是属于叫东方文化风。对对对，请问。要跟你约会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两套选哦，这两套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适合？我可以跟你去热炒，对，我可以跟你去热炒，大火快炒卤肉饭。这个衣服是真的比较多功能了。对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哎呦，各有一半，哎呦，各有所好。OK， 为什么你们会选 A 呢？我本来觉得这已经算不正常了，然后 A 反而。更不正常，然后呢？与其选那些正式的，不如选一个特别的。因为我没看过这样。我的看法是呼应那个康哥刚刚的那个理论。是，如果我跟他约会，对不对？他愿意这样穿，霸兵特懂啊，他一定就是爱我的，喜欢我的，因为他想讨我欢心嘛。对对，蜿蜒的话呢，你就难捉摸，猜不透他干嘛？对，他到底是爱慕虚荣，想要去饭店刻一顿好吃的，对啊，想要钱，想要弄我的钱，对，有一件，他的衣服比较像要骗老农民。这样好了，应该讲说以自然度来讲，这个看起来比较自然。对对对。那请问你选他的原因是什么？我本来也是觉得 B 的那个穿着有一点。看起来有心机的那种感觉，那是要钱还是想要怎样的那种？但是后来听完他的解释，他其实对自己的身材有要求，对，他想要低调。听完，因为他应该是觉得说，他如果去约会，如果穿这样，会觉得男生就是只是想要跟他干嘛而已，不是要了解他，跟他约会啊，没有要走心灵。对对，我听完觉得，哎，他其实是。一个很正常的女生，这样哦，我看起来不正常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他意思是说他看起来比较像你现在说的，看起来不正常，小心，你这还可以，你现在你内湖的路上不行，内湖路上可以啊，不行，你现在玩 gay 哦，一点弯一点弯一点弯，如果他的话，湘南那边
就很适合。对啊，高雄可以、啊。可是在银座就不太适合。对，就绝对不行。对对，我要讲他懂的那个。哎呀呀，地理位置。他在洞爷湖可以吗？太冷，好不好？你为什么选 B？ 因为其实蜿蜒刚出来的时候，我根本就没有觉得这套很夸张，因为紫杉这一套是很漂亮，没有错。可是如果再去约会的话，我不允许其他人也在看紫杉。如果我们一起坐在那边吃饭，绝对不止我在看紫杉，所有人都会看紫杉。没有，我受不了别人也在看你。那蜿蜒这一套就很漂亮啊，我觉得不会很夸张。没有，就对女生穿着没有。绝对的绝 对，就是各取所好，所以说你们两个算是平手，不要生气。而且平手，耶，平手。而且说真的啦，王有什么资格讲这种事情？对、啊，他们两个任何一个如果要跟我们约会哈，我们是祖坟闹青年，三生有幸、啊。不会，你就算穿雨衣来哈，我都觉得那个黄色雨衣有荣誉，我都觉得很荣幸啊。对呀、啊，好，也是啦，两位请坐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就精彩，为什么？刚刚这个约会是比较否那个目标专一，对，一对一的，对。接下来是 party， 一对多哦，而且 party 是干嘛？ party 是多人，他是要来找，要 looking for something。哦，那就是完全要发昏模式啊，完全发光，给大家看发光啊，要不然你来干嘛？求，不止这个哦，对，还要比较哦，那是一个战场，较劲。战场就不一样，那是拖的了。对对，要去拖的，说的是来，看景。哎呦，看起来一个是可爱的，一个是哎呦，可是哦，那个位，应该拖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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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起来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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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个华丽，跟杰哥一起跳，你不要挡住他，我没有。很想舞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派这个选，我选 B。我们想你选 B 啊，我选 B，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有小心机。他如果有东西用东西罩起来，代表说他是在里面跟在外面都有穿搭可以穿的。出去，哎，他不要露了，他就套起来。可是在里面，他也给你看，他有双马尾哦。对，可以长双马尾都是想要装年轻的。对，你说吗？你说他可能50岁。我把你供了，哎，会不会出来是杨秀慧？不讲还好。哇塞，杨秀慧穿哦，精彩，厉害厉害，来。欢迎 B 们。Hello， 海韵参加的是什么样的 party？ 是睡衣 party 的，就是一般 party 都可以用的，不觉得吗？因为刚刚有说到，就是。因为如果看到不喜欢的，赶快穿好。好，不外都可以。看到喜欢就赶快脱。不喜欢拿掉，穿起来。喜欢的拿来。不喜欢，不喜欢。太喜欢你们。太喜欢。超喜欢啊！没有超喜欢，超喜欢。哎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解释一下，这个 party 穿成这样的原因是？是您的配色非常鲜艳。因为 party 里面有时候黑黑的，有时候黄黄的，就是要鲜艳搭配。什么 party 会黑黑又黄黄？灯光比较昏暗哦，他讲灯光了，灯光黄的，他那个是黑的。对，好像这样比较青春活泼这样，因为 party 嘛就要动啊，就是要有青春的感觉。那请问两个鹅，这个叫什么马尾的原因？对，双马尾是。难道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很可爱，好可爱，可爱，太可爱，太可爱。你是不是希望我们接一点什么？对，快点去接。这个也是一个方式，就是如果看到喜欢的，他可能是喜欢这种类型的，那他就有兴趣。那如果看到喜欢的不喜欢，就恐怖在哪里？当他这样进来，等一会他把两个拔掉，再出现，你会认为他有两个灵魂，有两种面相。一放开一甩就变 Elsa 了吗？哦，就 Let it go 了，让他去了。好，来，先请坐。谢谢。好，换。A， 欢迎阿斯，欢迎 Amen， 欢迎 Bella， 欢迎哟，这是最美的吗？哦，哎，请问一下，出来这样子，好，这一套战袍厉害，有巧思，
就是乍看之下好像没什么，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最佳的典范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怎么那么开心？怎么会想选这一件呢？因为这件在派对上可以可爱，也可以性微性感，然后又可以成熟。那这一套哦，这个裙子是有点吓人。哎呦，有点像美人鱼的那个鱼尾，有没有？哇，有够！重点是你的屁股的曲线算是非常厉害，厉害哦。你看没有？穿自己优势的衣服。你这个是完全打到玉林哥的心。你看你从出来到现在，他没有讲过话，一直在吞口水，一直在偷看。我试着把一种感觉的东西哦，把它具体描述了。我在想说，为什么这样的衣服会让人家哦的美到令人窒息？啊，你看，哇，行动人肉的费洛蒙这样。哎呦，哇，长得好美啊！当然，他的长发很加分呐。啊，是，对他很是不是头发？对，哇，其实他把东方女性的优点表现出来，对不对？这个我跟你讲，他这一套走遍世界各地都不会丢脸。对，尤其他的金表哦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你在 party 里面会被从怪角度偷拍？有啊，就有次去菜市场这样子，然后因为人很多嘛，然后那男生就手机贴着大腿，然后可是有点往上扬。手机哦，这就对对，什么机贴大腿？就是这样子，可是他的头镜头有点往上扬。这样对，不行啦，犯罪了，犯罪了。对，就是要拍你裙底风光。这招怎么？哦，今天才知道。你不要写，不要那个年代没有手机，至少皮鞋上面放镜子。太欧陆了，俗称打飞机。哦，这招厉害，而且白色，白色会让男生表感觉他是比较纯洁，感觉来单纯的感觉。两位，四位，请投票，在 party 里面。两套衣服哪一套比较吸引你的目光？一、二、三。哇塞，完胜！为什么会这样子不给人家面子呢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他这个 party 是适合各种的 party。那他那种 party 就是比较类似适合，比如说游艇趴。或是比较海边的 party， 有主题性的，比较海边。对对对对对，它这个是海陆两用，都可以。是是是，对对对，而且它就是刚好啊，也不会让人家觉得啊，你好像就是要来找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又感觉对，哎，但是在对话的时候又不会又不会输，他那个感觉又很好撕。对，他如果真的遇到好人，他就撕就撕到啪！你不要把女生都抢上架，好不好？干嘛回家？对不对？那你。就突然有个画面，就是在夜店，比如说夜店里面就很暗嘛，那有白色，对对，有一个搭到光的时候，有一个白白的穿这样子，会觉得白白的，幽灵是全白的，然后搭到光的时候有一种亮丽，对对，仙女的那种气氛，有一个画面突然浮出来 ，shiny， 对对对对，就选 A 了，哇哇，仙女，仙女，今天晚上有机会了，哇，这什么标准？其实毕竟那个这个是算是我喜欢的菜了。哦哟，可爱风有辫子啊，然后阳光灿烂啊，活泼。但是因为要符合主题的话，要在 party 的话，确实哦 ，A 的这样子穿着容易吸睛啊。啊，你试想，大家人群在那边跳跳跳跳跳跳，然后突然他这样走进来，叫 ，Orange。因为你刚在那个 party 里面，对对，你在那个 party 里面，我在那个 party 里面，对对对，红酒红酒，确实比较吸引眼球，厉害厉害，我姜子老的辣哦，懂。那这个为什么选 A？ 他是在派对，如果跟他一起离开的话，大家也不会特别说什么。可是如果跟 B 这样的穿着离开，大家就觉得说你是不是看他东露西露，所以你们一定是要干嘛干嘛。可是跟 A 离开，也许就只是。离开啊，也是看起来是朋友啊，而且他穿白色，对对，当然你跟他离开就是一出来大家就分开走了，对，聊个天聊个天，哎，他那衣服白色，如果有弄脏，就代表说他喝醉了，就很好分辨。什么东西啊？喝到什么红酒啊？对啊，对，都不要玩，那我们就不要玩了，大家就休息。但相反的，如果离开 party 被你弄脏，她男朋友也很快会发现。OK， 好，谢谢两位，请坐。欢迎。现在恐怖了。哎呦，好，户外走了。接下来的，我热不是专门专门，我几乎已经是教授级，是教授级。海比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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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被我私人大王，海
海边我跟你海边，你不要以为海边穿衣服容易，嗯，其实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因为海边要穿得得体，对，要不失性感。泳装其实有分种类，有一种是战袍，有一种是运动，有一种是不会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多种。我以前最怕看到那种，你知道那种连身啊小裙子。蓬蓬裙，连身啊，咖啡色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太怪是不是？我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好的印象？就是以前迪士尼的卡通，每一次那个叫做河马，嗯，他出来跳舞都是穿那样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知道站着跳舞的河马就很不舒服。好，来看一下剪影。哎呦，哇，有牛仔，胡迪来了。哦，这个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你选好了。那我选 B。 哎呦，哎，从 B 开始，欢迎欢迎澳门。夏天我要去海边，哇，海边有个漂亮高雄，只把电话不常见面，我还没看到啊。你在看的时候，好，那这段先休息五分钟，大家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，该忙的忙，该休息的休息。真闹柯林啊，不是去哪里啦？你请问是在哪一种海滩穿这样出现？垦丁的海滩。我谁把金花马仔没有在垦丁看过有人穿这种泳装？私人的，澎湖，澎湖也。垦丁不行吧？澎湖你也穿这样？嗯。不是，那你不可能穿这样，你有踏进去海里面吗？不可能，有，因为这很危险。踏进去海里面，这个很危险。上来就换一件呐、啊，上来就肉色的、啊。不是，这个很危险。这个，那这形状太屌。你这样去海边，你不是就是所有人都在跟你搭讪吗？就会有人搭讪，对。什么叫会有人？这大家都在搭讪。会啊，连管区都赶来了，这样。哎，排队排队哦。连那个水上摩托车的业者，本来在外海，都骑着靠回来了，而且直接骑上来家旁边，小姐要不要兜风？我看你，不过你这个拍穿搭的 YouTube 点阅率61万哦，就是之前有拍 Top。八就是直播的衣服，这一套应该就是60万。对，哇，好厉害！那你请问一下，你跟男朋友会穿这样去游海边吗？没有男朋友。如果有男朋友，会穿这样吗？会吧。我今天是开眼界了，就是说我刚刚讲我海边专门，我现在退到我海边不专门，真的，我还真没看过这种。大哥，现在的海边不是我们以前那种海边了。哎呀，现在生活乱，该在海边买。生活乱，不是？那你穿这样，按男朋友不会说什么？万一有男朋友？对啊。嗯。他如果说，哎，不要啊，这样子。如果那种会管太多，真的，我可以也没办法。所以这也是佛心来的，谢谢你照顾我们，真的真的，谢谢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就是美好的夜晚。我现在很累，因为访问一直在看着前方，就不知道在访问谁。而且他提早把这个节目做到高潮。其实他访问完这节目就可以结束。后面怎么办？哦，对啊，搞不好后面。后面已经开始在剪布料了。赶快剪掉啊！没有听到剪刀这个。好厉害厉害，来来来，你先坐，因为你在旁边，我真的不知道讲些什么，好不好？盖好。哎，以后有这种内容啊，就先讲一下。我那个这个，我那个血压又要先吃。哎，我们眼睛都还有血丝哎，哦，压一下，那个血压过高，眼压也好高。哦，后面要压得过他，真的。还有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，欢迎下一位角色，甘甜，甘甜。这什么啦？电话不常见面，我好想念，不知他会在哪。我就说现在海边不是现在海边真的是都。这一套在海边穿去的原因是，我觉得很厉害啊。当地有厉害点，厉害啊，厉害到你喉咙都哑了。我这个很狠呢，这一套也很，所以你看两个有在拖啊，哦，这个有拖啊，有拖啊，有拖啊。这个会出没在哪一带的海边呢？我那时候是在迈阿密。哦，在迈阿密就还好，嗯，但是那个在迈阿密也会出事。这个我希望，我有个另外一个建议的，就是说今天来到这个节目，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幸运。嗯，
不要不讲话，一直在旁边看戏。我都忘了，我都忘了，我都忘了，我旁边有你。对呀，有你讲讲话吧。有，不是因为我有点看傻眼，因为之前看这个角度看，哇，不要这样。之前看右心干脸这种，干嘛大笑？不是，因为他刚刚转侧面，我哦好，可以，可以了。就是之前看到这样的服装，都只有在Instagram 或者是网络上看到是影像的，今天看到本人穿三 D 的，三 D 四 D 的，快点我，哎呀，他是后面臀线，你一次给他看个屁股臀线，运动的，有在健身，有，他穿这种，他都穿这样去健身，不可能，真的，穿这种要对自己身材要求，下次一起健身，我都穿这样健身的，我觉得你疯了，好，因为他的出来不太方便。嗯，来，你去那边。来来来，我们从这边票选。来，开始票选。事情是这样子，我们不要设定说这个海滩是在台湾，不管不管，不用管，我们只要设定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。嗯，不要因为什么国情啊或什么的，而去决定我们的判断。我们应该要抛开道德的束缚，越过道德的边境，走入爱的禁区。对对对，就以吸引力来讲，好不好？听自己的本性。以吸引力那个无拘一出了就不用举了。没有，就你们不一定啊，有些人喜欢那一种啊。哦，对对，预备，对对对，一二三。我举 B 又被我老婆杀了。其实你有举就会被杀了。我想说你就不举就算了，都麻痹了 A 也。您个人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欣赏这一点。实话实说，男生就不要说谎嘛。你裤湿湿的？没有啦。因为我跟你讲，搭帐篷啊，是，比如说像 A 那个干脸，他那种就是算真的是很欧美的那种，那种泳装嘛，那个其实身材很好了，其实有看过穿这样的，可是像 B 的那一套，我真的是没见过，深眉毛或最起码跨过，开眼界。那你这个骗子为什么要？没有 A 的厉害的点是他的整套是都是有配好的。帽子啊，衬衫啊，整体有配色，全部都打好了，是做疗穿搭。如果男朋友不喜欢的话，我们就穿起来。对，你看，都是很完美的一个搭配，我觉得很棒。那请问一下，后面那一套如果在湘南海边出现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就会出事，就会来。那请问一下，您觉得呢？我是这样子啊，我承认我是骗子。你刚换了啦，刚换了啦。勇敢的做我自己啦，做出来了。好啦，真的，如果要越过道德的边境，走出爱的禁区的话，吸金肚蛋逼一定是霸兵的，而且是惨，真的就是没看过了。对，没看过。你想看大家在海滩嬉戏，在那边跳舞的时候，突然有一种。对不对？他穿那样走过来，对你一定是放下手边的工作，仿佛是一条搁浅的白鲸。对对对，那天海滩上大概一半以上中风，中风中风，七孔塞的孔塞，就一直倒啊，走过去一直倒，噔噔噔噔。你为什么选 A？ 因为我想说，如果 A 是我女朋友的话，我们一起拍照上传，我觉得还蛮合理的。如果 B 拍照上传，我觉得我不行。现在没有讲上传，你以为他们会选你吗？不是讲认真，我们刚刚已经约好去运动了，而且又拔不到，一天到晚只会幻想，啊、每一个都要想一遍，你累不累？那边装什么逼啊？对呀、啊。你就实话实说嘛，那边我今天这做你自己啊？没有。我今天要谢谢两位，真的，你们这个是我们节目，不是你们的图博，是我们节目的大图博。对，我们又这集应该又会再唱。开眼界，但是必须讲，干你很棒，只是说你遇到一个哈消告。你说他衣服像被消告干。对对对，你遇到疯狗浪，对，没办法，对。哦，谢谢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，太厉害。你以为这样就完了？还有，进入最重要的环节，最后一方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你看，从这样，你们吧。先第一次约会，然后我们 party 完毕，然后我们又去了海边。接下来当然就是困纱啊，睡衣啊，最高床上的一个哦。请看剪影。哇！我看到 A 的那个纱 A， 对纱的那个透明感。A 展开一点好不好？衣服哎，展开一下。哦，这样有像蝙蝠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哎 ，B 也是 B 是。
比较婉转的，我长得蛮这个看起来应该就是这个属于比较类似 B 有点可爱风，这是沙子褂，沙对对对，哦，性感的那种。来了，你了，大哥，你选了睡衣，你最厉害的。循序渐进啦，嗯，我先从比较俏皮可爱短的开始。OK， 哎，应该是 Turbo 的那种，对，应该是 Turbo 了，嗯，应该是要你命的那种。先从自然进气的开始，对。那先选 B 门，欢迎。你们这一集会不会太猛烈？你拿起打雷用气消的。你们是都在家里关很久，是不是啊？在家里面闷太久。哇！请问一下，这套衣服是在怎么样出现的？这怎么睡？对你穿这套怎么睡？这是我平常的睡衣。真假的？然后它可以。你真的会穿它睡觉就对了。对。就算旁边没有男朋友也这样穿吗？也会啊。啊，你可以笑。平常。有人不笑啊？你一个人穿这样睡觉要干嘛？就舒服啊，就幻想要有男朋友舒服。幻想啦。你穿这一套要给男朋友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啊？就他生日的时候，我就想说准备惊喜给他，然后我就穿这套，然后结果他就说才会穿这。还穿这样？我听错了，我听错了。Oh my god！ 他骂你啊？对，平常他就会这样子，就是如果你穿比较露一点出去，他就会这样。他就会讲那三个字。对，他就说你故意要给人家看。他是真的生气啊？对。可是你只有对他哎，那天还是那天晚上有其他人。请问一下，这个怎么会记得起来？对呀，你又不是说参加睡衣趴穿这样，我们如果在家老婆要这样穿，我们感恩都来不及了。哇塞，对呀，真的小孩子不知道生几个了。对呀，有心算有心啊。还是你喜欢被这样子骂？不喜欢。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啊，我以为啊，对，他是 M 的 M 的，不好意思 ，M 的不是恐怖，是音乐制作人叫你穿这样去他家录音。录什么？那张唱片的主打歌叫什么？抖音。抖音还有，就是。那是我在搭捷运的时候，然后就遇到有个人，就过来跟我讲说，他自己是音乐制作人，然后说他要市场调查，然后就说如果可以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帮我录歌这样子。一路一直问我问题，一直问到我快下站的时候，然后问题还没问完，然后他就是。还想跟我要联络方式，说可以继续问这样子，然后还说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就是还可以去他家，想录歌的话可以去他家录，然后可以穿这套这样子。他怎么知道你有穿这套？他说他平常有在 follow 我。哦，是他粉丝啊，本来就认识你。现在我说你在捷运上，现在骗子的骗术都升级了。而且他最后一题应该是急了，因为要下车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他到我家录音，穿那一套好不好？来，你我想看你制作人。哇塞，那个来，你先往那边站一下。好好，来，你快给他们，给他们。欢迎下一位，欢迎 A 门，阿门。我想问我们 team 的男生到底生病了吗？怎样？这是睡衣，这确定是拿来睡觉用的。对啊，真的吗？啊，你男朋友睡你旁边，你穿这样他睡得着？没有啦，我其实平常只穿内裤，可是如果今天男朋友给他惊喜的时候才会穿这样。你平常只穿内裤，上面不穿。哦，啊，你要给他惊喜，你反而穿起来了。就有一个过程，过程重要，有点喜欢拆解的，对对对，你们很会拆礼物哦，拆，对，哇，讲话，傻眼，不是因为我们在侧面都还好，你好像他们那种，你好像是买票然后坐在观众，对呀、啊，你要付我们钱呐、啊，不是子涵裤子很低耶，我很想看到我们录影录到那个摄影师都在笑，这太猛了，等一下睡觉的时候是没有外面那个罩子的，对不对？就只有上下这样子。你说我平常睡觉吗？就是男朋友在的话，男朋友在让他脱啊，让他脱。这个也在。那你这一套是什么样的场合才会对穿出来？工作可能拍性感睡衣，或者是可能给男朋友惊喜嘛。但是我其实也很久没有穿这样，因为我单身很久。而且你穿这样，但你的声音非常冷静。对，好反差哦。是会跑。反差。
对啊，你自己想看吧，好反差、啊。不过就是说你的性感的穿着受到妈妈的影响，怎么会是这样？哦，你妈也辣的哦。我妈没有，我妈就一般。可是她觉得说她把我生得很好，我们就是要秀给大家看。她鼓励你就对了，她妈妈的观念很对。她该不会叫你穿这样去倒垃圾吧？是没有啦。OK， 我今天能上电视穿这样，已经算是人中之龙了。哦，真的厉害。就平常，所以你会拍这种系列的？会，外拍可能会拍这样。哦、难怪你那么镇定。她刚问的问题，单纯只是脸要转过去看而已。没有。你看，像我在问问题，我都看前方。嗯，好，来。两位请在一起，请投票来。好、哦，来，这个怎么？这个有点难选，这个很难选，这个算是不相上下。放大来看，就是今天，比方说今天是情人节啊、嗯，或者今天是你知道那个跨年，那两个人穿这个，你觉得哪一套会让你一柱擎天？哦，这个差距在0.01分而已，还是跟白。超认真的在想，超认真在想。他们好像一个黑白天使，你知道吗？你帮我摸一下，他后颈还是不是热的？我怕他快死了，快挂掉了。今天胀的，不，今天太猛烈了，是胀的。来，胀起来，一二三。哎呦，又一半，又一半。来，为什么你就选白色的？都差不多一样夸张啊。那是选颜色的。A 是已经是内衣嘛？嗯，所以不是，没有那么 special。对。有里面还有内衣呢啊，里面还有内衣啊，你对啊，你内衣里面有内衣，不是这个是马甲那种双内衣，这就是我质疑的事，其实就是太麻烦了，男朋友要脱，要不俄罗斯娃娃大娃娃，哎呦双娃娃，哎呦小娃娃，哎呦还有小娃娃，搞到没耐性了。对，两位为什么选 A？ 我觉得 A 他穿的恰到好处，然后他又配那个丝袜。就让人家很有幻想的空间。你不要在那边装圣经，搞得还在鉴赏名画一样。我是真的以，但是 B 也很漂亮，但 B 漂亮的有点像假人，有点像，就感觉是就娃娃娃娃的娃娃，我懂，就没有亲近感。它 A 比较真实一点。这个穿的有点像是橱窗里面的，对，这个比较有点生活化、人性化，是不是？张立东。对啊，而且我觉得、哦、你现在站的角度非常好哦。不是因为、就是、你就是过来看的，你刚头发不都在那边，我两个都看到，因为我在那边其实看不到另外一个，哦，所以这样是两个都看得到，就是、看不到我，所以我选择 A 啦。所以我觉得，比如说，因为那是晚上的时候，黑夜来临，嗯，所以他就很像那个恶魔，对，要吸干你。不是，就是，而且重点是他的衣服，我就觉得就是该留白的地方都有留白。哦，黑白相间的那种感觉，就会那种感觉。对了，所以我刚一开始就讲了，这个女生的衣服没有绝对，对，一个每一个人都每个人喜好，像有些人就喜欢黑色，有些喜欢白色，嗯，太棒，因人而异啦。对啊，请坐，谢谢。死对，叫个屁呀！今天太夸张了。哎，今天是四周年还是周年庆啊？周年庆耶 ！Oh my god！15年搞这样的话，你们早讲，我刚刚就会比较开放一点。如果你平常的日子这样搞，我怎么好意思讲话？15周年是吧？来，再出来一遍。哎，不过哎，我们现在要跟他们说谢谢，看见每一位真的都穿得非常美丽，非常的大胆，非常的好，不自私，厉害，留下这么美好的回忆，都是各中翘楚了。因为今天这个录影在我们生命中永远有它一席的地位，对，真的，谢，忘不了，谢谢，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美好回忆，对，谢谢你们为我们节目这么用心，谢谢，好，今天谢谢大家。